哎，今天是10月1号，国庆长假的第一天。然后我们今天去吃一顿火锅，这个火锅不是一般的火锅，这是深圳最火的牛肉火锅。带着这丫头啊，现在就我跟我们丫头两个人在家，准备吃完饭了过后，看能不能找到地方看今天晚上的那个烟火表演。今天晚上深圳湾有一个大型的烟火表演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。啊，这么早来，这个前面都已经有18位在等着了。天，这生意真好。哎，放假大家都不做饭，都在外面来吃。这排队时间太长了，咱们准备去河马生鲜去逛一逛，去看一看。那没有，我也没办法。这河马生鲜就在这边上。进来了，这河马生鲜就有点像市场一样的，这里面什么水果啊、肉类啊、生活用品基本上都有。对，499帝王蟹，看一下。499一只的帝王蟹。波斯的龙虾，拿一只吧，拿一只，哎，挑一只大点的，大一点的，挑一只大点的。啊，就在这儿吃。怎么做？清蒸吧，清蒸，清蒸。清蒸。那529。本来以为在这里吃饭会快一点，谁知道这里吃饭更慢。啊哈哈。在螃蟹没上之前，先垫垫肚子是吧？哈哈。总的来说，这个鱿鱼须挺肥的，还可以，特别肥。哦，我们的取餐终于到了啊！这个很兴奋，这家伙。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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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吃！哈哈哈。吃吧，我吃了。
爽。这个比在网上买来在自己家吃要好多了，因为这个毕竟是新鲜的。你看，深圳湾的烟花。